哎呦，第一天就开蓝了，我有赚到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编。那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日版的这个最新的活动，叫做幸运的守护者啊，幸运的守护者。那它的这个活动条件很简单，就是你只要完成两个任务啊，第一个就是消耗体力药水，就是洪水1000个，然后300片叶子，你就可以去制作一个叫做箱子啊，那个叫做龙之首饰盒。好，那它在制作系统里面，然后打开箱子，在活动箱子里面这边就会找到。好，那刚才我们会拿到一个月亮，一个是太阳的这个首饰啊，坠子，那就把它制作一下吧。好，制作成功之后，其实它还同时会完成第三个任务啊，就是你会拿到这个婚礼的这个请帖啊，婚礼的这个请帖。好，那当然结婚的不是你，结婚的不是我们，我们是去参加别人的婚礼。可是他的故事是这样哦，就是你去参加这个婚礼的时候，他是一对夫妻要结婚，但是旁边有怪物在阻挠，好，所以你必须要把这个怪物干掉，好，那就可以拿到这个宝物。那我们就传进去看哦。好，这边是他说婚礼这边有这个妖魔鬼怪啊，那会冲出来，哎，这个新郎在外面的，我们来打一下新郎。发现可以打，哇！前面里面这些都是火焰战士，我看一下啊、哦，差点被包围。好，我们赶快跑，赶快跑。那看起来应该是不会影响啦，那我们跑进去直接去找新娘好了。哦，新郎自己在外面，躲在外面啊，嘿嘿嘿，我来了。哦，我们不能对别人的新娘干什么？新娘放了一个大礼物箱在那边，是不是在诱惑什么啊？好、哦，毕竟这个新郎在外面。啊，这么 pass， 那我们打。我们看一下这个新娘是不是晕了？晕不到。哦，但好像可以晕哦。好，我们现在把这些干掉好了。我已经被包围了哦。那他们这些，有机会会喷什么住武住房啊？那也有可能会喷这个蓝色。啊，像我打这个宝箱，它就有机会喷出这种神光武器箱，或者是恶魔王的武器箱。这个打起来有点久啊！这个打宝箱，这个大宝箱好像还真的还蛮不错。台版跟韩版其实没有，从来没有这一种活动过，所以它这个是新的哦。哎呦，掉了一个神官的武器箱，装备箱，哇！第一天就开蓝了，我赚到了，哇，赚到了，直接上世界屏，直接上世界屏啊！获得一个神官武官的这个武器箱，那我们待会再来开开看。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新娘，她会不会被打死啊？有没有办法把新娘打死啊？好，现在只是测试啊。好像可以了哈，新娘是无辜的，我们来打外面的新郎好了。好，这新郎还不赶快进去跟你的新娘啊来个正式的结婚？有怪物在那边，结果你躲在外面，让新娘自己去。碰这个怪物啊，真的是不应该啊！啊，晕死你！啊，晕不到。等一下再晕一次哦。哇，马上就被大家恭喜了。小编欧洲从台服欧到日服啊。这个新郎打不痛我们来看一下，待会来看一下这个 HP 啊，看看到底是怎么损血。哎呦，晕不到，可能我等级太低啊，才61级而已。我看一下损血，扣的蛮快的啊。我看来这新郎的血还蛮厚的哦，看他的血还蛮厚的。这新郎怎么打就打不死，那我们进去晕一下那个新娘好了，看他们会不会被我们爱的冲晕。先给他哭一下。好，我们来给他爱的冲晕哦，看他会不会被我们冲晕到，他会接受吗？哎呀，中了，哇，爱的冲晕中了，可是他一直逃跑啊，哦，他看起来是不想接受我啊，可是他的先生在外面怎么办？他的未婚夫在外面啊，他不进来找他怎么办？好啦，自己的恩怨自己私了，我们就不理他们了。好，我们
来开我们的五官箱啊。在开五官箱之前呢，先把这个住房领出来，待会直接冲一下，看有没有机会上加七啊。五官安定值七嘛，那我们要来开咯。好，现在准备一下，那我看有没有其他房卷。哇，哦，今天凌晨把它买光了，哇，看来没有办法。我们今天就算开起来也没有，哇，也没有半张房卷，看来无法了，今天无法冲，今天无法冲了，只能等明天。那这张住房就先把它收下来吧，把它存仓里面，免得不小心把它点到。好，存完仓之后嘞，只剩一张，算了，好，算了，我们来直接来开这个五官箱，看可以开出什么东西。可以开出来了，是一个刻印的五官手套，哦，也不错啦，最大 HP 加10，防御减一，力量加一。那比起我现在这个是加4的钢铁手套来说，好太多了啦，好太多了。我明天的防御应该会再多个2，好，应该会再多2。哇，第一天啊，想不到这个活动啊，第一天就开出这样子的，不错啦。但是这个新郎他到底什么时候要去这个英雄救美呢？是不是应该要赶快进去了？好，我们呼吁他赶快回去找到他的这个老婆，免得老婆啊明天就不见了啊。如果还没订阅的朋友，记得赶快订阅，就可以随时收到我们台日韩服的最新活动资讯啊。那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次影片再见喽，拜拜。